三号早起，来自秀水乡里托里所的小朋友是来到鹿港警分局参访，了解警察平时工作内容。警方也趁着这个机会，向囡仔宣导反对观念，避免接受到受到危险。韩国对不对？这个不能乱吃哦，因为这个哈、哦、看起来，如果是陌生的人拿给你吃的话，有可能是毒糖果。你不能给，如果说是爸爸妈妈买给你的，就 OK， 是吧？警方是向囡仔宣导，卖轻易接受青粉人的物件。为了让小朋友更加了解警察的工作，秀水乡里托里所是特别选择鹿港分局来做户外教学。因为我们刚好上到就是单元有配合各行各业，然后带小朋友来附近的警察局，然后参观，让小朋友可以认识警察平常的工作以及警察的装备，然后让小朋友了解平常警察辛苦工作的内容。因为近年来真侪毒品拢包装亲像糖啊同款，为了避免囡仔受到毒品的危害，警方嘛趁这个机会宣导反毒的观念。我们今天也特别的准备了我们的交通器材、我们的执勤装备，以及更向小朋友来介绍我们的交通安全啊，另外以及我们目前最新兴的毒品的样式，让小朋友透过小朋友来我们这边参访的机会，回去向他们的家长来做宣导啊，以达到我们交通安全的部分，另外也预防到我们有关于弃毒的部分，让家长也都能够了解到这个毒品对身心的危害。透过这个户外教学的活动，让小朋友知影警察的工作，也更加了解因的辛苦。新中华新闻蔡良清鹿港采访报道。